千万次的爱你。无奈，江湖要我跟随着你。我就此发誓，挥刀杀到天边青。不登提单高，漂泊我自傲，随心强不行，问天何时知，相如能照我意，真相永远抱着你，心事说出千万次的爱你。无奈无奈无奈，江湖要我背对着你。啊，狂风呀暴雨，狂风呀暴雨，别得意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就此发誓，挥刀杀到天边青。啊，狂风呀暴雨，狂风呀暴雨，别得意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就此发誓，挥刀杀到天边青。真的低估了你们，不过你们也不该低估我，若没有万全准备，我又怎么敢独闯春风得意宫？这不是一般的软筋伞，这药效奇强无比。不过我今天不想杀你们，十天后我要你们知道我半天月的厉害，我要让古墓天遗憾终生。希望师父可以拦住半天月。半天月，看来我有些错估你。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自信了。这是特地为你配置的神仙软筋伞，纵然你是神仙也无法抵挡，更何况不是神仙。你相不相信，即使我中了软筋伞，我一样可以将你毙于掌下。古墓天的话应该不假，如果他做困兽之斗，对我只有害而无利。毕竟你也教过我几年功夫，今天看在这段情上，我饶你不死。不过你给我的屈辱，我会好好的加倍的还给你的。区区软筋伞能奈我何？神仙软筋伞吧，前辈，我们的伤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龙魂刀被半天月带走了。那么师父您？我很好。那么龙魂刀怎么办？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先帮你们逼毒。我不会与你合作。你不会真的以为皇甫仁和无心与你或者欧阳明日争王吧？这些事无需你操心，确实不需我操心，因为该操心的人是你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一
一定会想到，如果臭豆腐无心于王位的话，那么他早就该把玉玺交出来，而不是藏着他迟迟不肯见你。你不必在这儿挑拨，你安的什么心，打的什么主意，我可是清楚得很呢。城主说我挑拨，但是你心里很明白，很清楚，我说的都是事实，就是想让臭豆腐得到你的信任，想他双手奉上玉玺，所以你近来特别勤政爱民。你大可不必出言相讥。想干什么？怕我杀了你？你要杀就杀，我欧阳飞鹰绝不会求饶，绝对不会跟你合作。放心，我不会杀你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只是你表面上的敌人，我随时可以杀你，但是对我你可以有万全防备。不过臭豆腐他会在暗处捅你一刀，你防不胜防。你很清楚，如果有一天坐上城主之位，又有谁会放弃呢？天底下没有人真的会淡泊名利的。我说过我的事无需你来操心。我说的这些事情应该是你自己操心，话已经说得够多够明白的了。我已经尽到了一个老朋友的责任，何去何从，未来是要高枕无忧还是担惊受怕，全看你了。城主是英明的，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决定。范天月，你不会是我的合作对象，你只是下离，这是个极险的卦象。爷，你这卦象是？刚才突然心血来潮，觉得十分心神不宁，替爹卜了一卦。啊，你是说城主有危险？爷，那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当初是为了确保上官燕他们的安全，我才封住了爹的经脉。但是现在，那爷现在应该替城主解开经脉。理所当然，可是，却又隐隐觉得不妥。箫声听来十分忧郁，为了什么事情不开心啊？为了你来要我做的这件事。你已经知道我来是为了要你替我解开经脉。刚才替你卜了一卦，发现你近日有难，所以必须解开你的经脉，但你的危难是否就此解开，我也说不上来，总觉得这卦象显得有些离奇。
祸福难敌。没关系，我早已不在乎是福是祸了，只是半天月来找我，想要我帮忙除去上官燕的。那你城主，你千万不能。难道你到现在还不相信爹？我是担心大家的安危，所以才要请你帮我解开受封的经脉。爹，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已经害了莹莹，一想到这些我就……逝者已矣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不，对我来说永远也过不去。自从莹莹走了以后，臭豆腐就没有进过皇宫半步。他是不是还在恨我？恨我当年灭了他的全家，恨我害死了莹莹。臭豆腐不是这样的人，否则他就不会坚持不肯回四方城，不肯报仇了。可是没见到他的人，我总是不能安心啊。再加上半天月在一旁虎视眈眈，我实在很担心他的安危啊。臭豆腐虽然武功不怎么样，但他福大命大，是天生福星高照的人，你不必太担心。我倒担心半天月会对上官燕他们。你还是很关心上官燕，你仍然喜欢他，对不对？感情上的爱与不爱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，都是因为爹才让你和上官燕陷入这样的关系。你放心，爹一定会补偿你的。我和上官燕之间并不完全是因为爹，还有司马长松。爹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虽然鬼见愁也算是人中龙凤，但是和爷您比起来，那真是天与地的差别。可是我的腿，明日，我相信上官燕并不是一个只注重外表的人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才是。事已成定局，叫我如何有信心？我听以山说，你为了救上官燕，甚至不惜赔上自己的性命。一个敢跟阎王爷抢人的人，会这么轻易认输吗？没错，只要上官燕没有成为司马长风的人，我就仍有希望。爹，我替你解开经脉之后，就到春风得意宫等着他，您自己要小心。我会小心的，而你放胆去追求他吧。一山啊，替我把银针取来，我要替爹解开经脉。好。爹，相信你不会让我后悔替你解开经脉。三华佗，还欢迎我这个老朋友吗？永远会欢迎的。进来可好？龙魂刀被半天月盗走了。哦，看来半天月真的是等得不耐烦了，想要及早的解决这纠葛十多年的恩怨。半天月来找过家父，想要与他合作。那么城主，据我所知，他并没有答应。上官姑娘，虽然城主过去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是城主真的已经改过向善了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我没有误会，只是想了解一下状况。他既然盗走了龙魂刀，让我们刀剑无法合璧，发挥最大的威力，他为什么要找你爹？长风前辈，那是他没有必胜的把握。半天月的性子我很了解，他一定是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又怕他和你们两败俱伤，反而便宜了乌阳飞鹰，所以才硬要拉他下水。可是他既然已经拥有了龙魂刀，为什么？龙魂刀并不是普通的兵器，他是有自己意志的刀，所以半天月未必驾驭得了他。我也这样认为，其实没有龙魂刀，你们一样可以刀剑合璧。嗯，虽然少了龙魂刀的神兵利器，但是只要你们心意相通，互相照应，再加上白铜的无我剑，半天月若想胜出难。我此次前来是因为家父要我转达，他希望和大家共同击退半天月。城主只需要管好正事，为了四方成名，我可以不报仇。但是上官姑娘，
你仍是无法原谅家父。我相信城主的诚意，但这十多年的恨意，我和燕儿怎能说忘就忘？ 明月，你也别管燕儿。我不会，只是我终于明白了家父的担心，为什么他会一直挂着臭豆腐，为什么事既挂着臭豆腐。自从莹莹过世后，臭豆腐就不曾踏入皇宫一步。家父认为，臭豆腐还不曾原谅他。你不是说臭豆腐不是这种人吗？但是，臭豆腐和家父的仇，并不比上官姑娘少。你放心吧。 臭豆腐天生宅心仁厚，他不会计较这些事情。至于我和长风，并非完全不能原谅城主过去所做的一切，只是需要时间抚平其中的裂痕吧。我懂，家父该等，该等到你们全然释怀，该等臭豆腐愿意喊他一声岳父。好，明日。 绝对没有任何的恶意，只是单纯的想知道燕儿和长风的功力如何。城主，刀剑无眼，您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爹，依你看来，以上官姑娘和司马兄的武功，与半天月比起来如何？勉强可以维持平手。不过半天月有金佛不坏身护体，想要伤他并不容易。只要时间一久，你们自然落于下风。 如果两位不介意的话，我愿意助上一臂之力，打败半天月。我知道我过去做了很多对不起大家的事，不过莹莹的死的确是让我彻底觉悟了。如今我只是有心想弥补我过去所犯的错误，希望二位能给我一个机会。上官姑娘。 这件事情，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。燕儿，刚才你和欧阳飞鹰打斗时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。你为什么会提议让欧阳飞鹰住下来？难道你不想赢半天月？刚才赛华佗说，如果欧阳飞鹰接近半天月，或许可以探知金佛不坏身的罩门在哪。 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击败半天月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欧阳飞鹰到底可不可信？平心而论，欧阳莹莹的死，应该给欧阳飞鹰一个不小的打击。除非他是个十恶不赦之人，否则他应该有所改变。你的意思是，愿意与他合作？给他一个机会，或许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。 什么事啊，燕儿？等到半天月的恶势力铲除之后，我们就找一处鸟语花香的地方，过着田园般的生活，好吗？
一山，嗯，回房吧。爷，你不是说要来找上官姑娘吗？你怎么？你觉得我还有介入的余地吗？如果我是硬要插身其中，只会徒增大家的烦恼和痛苦，何苦呢？可是，你不是才说，只要上官姑娘和鬼见愁没有成亲，你就绝不会放弃吗？只要她快乐就好。可是，别再可是了，走吧。好。赛华佗，燕儿情况到底怎么样？上官姑娘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少阴脉被震裂，需好好调养。7/7/49内不能运功，否则将会终身残废。为什么要7/7/49？每日运行大周天一回，一共要7/7/49才能完全复原。如果我运功替燕儿续脉呢？这样应该可以缩短时间，但是能缩短多少我也没有把握。到底是谁可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拨入春风得意功，还打伤了上官姑娘？难道是半天月？不可能，如果是半天月，他就会直取燕儿的性命，不会只伤了燕儿。现在不必追究是谁对上官姑娘下手，因为这些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现在要和古老前辈合作，尽快让上官姑娘复原，否则司马兄会有危险。明日，我们合力为燕儿疗伤吧。嗯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千万不可运气，否则将不堪设想。可知道是谁伤你的吗？这位黑衣人的身影与武功落数。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人？没有，事出突然，我根本认不出对方的身形。当真如此？不过我只觉得奇怪，他明明有机会杀我却不动手，可又出手伤我，不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。这其中必有重重阴谋，一时间也很难断定。不过可推测出这个人心思难测，你还是小心为好。照上官姑娘的反应来看，他应该知道出手伤他的人是谁，可他为什么不说呢？难道是伤你的人是不是？你别多猜疑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谁。现在我只希望伤快点好起来，否则白瞳重伤，我也重伤，让长风如何对付半天月？你的伤我会尽力，至于白瞳，
我相信有家师在，必然也可以痊愈。不错，经过这段时间之后，你已经完完全全脱胎换骨了。前辈的意思是，我现在可以和上官燕他们联手消灭半天月吗？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。还需要什么？晚辈立刻去取来。这东风就是再铸一次无我剑。无我剑不是已经铸好了吗？为什么？无我剑虽然已经铸成，但是它只是初形。我就是要等到白瞳脱胎换骨，再让白瞳铸无我剑，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大功告成。现在等的就是你脱胎换骨之后的精血，但是需要取七经八脉才能铸成，非常危险。只要能击败半天月，我不惜牺牲任何代价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你。臭豆腐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就算是阎王爷把他带走，我也会从地府把他抢回来。臭豆腐，你别担心，而且这是我的心愿，请你成全。叶雪，这真的很危险，万一你……反正你还是不要脸了。再说，这无我剑不是已经很犀利了吗？现在的无我剑虽然犀利，但是它的剑气尚未完全通畅，也无法与白瞳真正达到合二为一。要想破金佛不坏身，就必须人剑合一。哎呀，这大哥，不需要再说了。前辈，请坐下。醒来就问我无我剑到底是命重要还是剑重要啊？无我剑练成了没有？我怎么知道嘛？你昏倒，我就急着照顾你，哪有时间去管什么无我剑铸好了没有？哎，你要干嘛？我要去看无我剑。哎呀，真的是剑比命重要。你扶我去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帮你去看剑好了。无我剑，无我剑，我倒要看看有多厉害，可以让白瞳为你牺牲性命。这是白瞳与冰心的心血。白瞳，这是你与冰心的心血。我剑练到最好，完成你的心愿。好，休息吧。Come on.
吃药吧。我没关系，先服侍上官姑娘用药。好。上官姑娘，吃药。谢谢。希望将来你仍然把我当作好友，让我可以随时守着你，护着你，不让你受半点伤害，一丝委屈。赛华佗，我让你为难了？没有，对你我满心感谢。足够了，我已不再多求，只是今生未了的心愿，来生上官燕依然希望遇见你。城主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在窥探什么？没有，没有。说，该不是你在看上官燕吧？难不成你喜欢她？没有，我怎么会喜欢上官姑娘呢？我是看上官姑娘对燕好，我从心里高兴啊。哦，上官燕对明日很好。对呀。看来我的计划成功，相信只要假以时日，多制造上官燕与明日相处的机会。他们俩，城主，你在想什么？你也希望上皇姑娘对爷好是吧？希望他们两个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真搞不懂，爷那么好，为什么上官姑娘喜欢司马长风，却不喜欢爷呢？真是奇怪。难道这是因为刀剑的关系吗？天底下哪有刀剑可以影响人的感情的事？就算是有影响，那龙魂刀现在不在司马长风的手上，我就不相信能起什么作用。就算现在刀剑没有影响力，可是上官姑娘和鬼见愁已经相爱了。哎，难道爷真的要等到下辈子才跟上官姑娘在一起吗？山，我要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如果没有龙魂刀、凤血剑的影响，你认为还有什么原因能让上官燕不爱明日？啊，是因为爷的双腿残疾。城主，是你问我，你要我说的。说的对，我没有怪你。明日的确是天生残疾。城主，李山。我想再问你一件事，你可要像刚才一样诚实地回答我。嗯，好。如果没有刀剑的影响，明日又与一般人无异，你是上官燕，你会选择明日还是司马长风啊？当然是爷。可惜呀、啊，可惜明日双腿残疾，不能行走。如果边疆老人有办法医治，我这个做爹的，就算牺牲了双腿，也是在所不惜。可是你没有了双腿，怎么行走啊？爷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傅莲子，
自怜父啊。相信明日对你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无法打动你的心。明日，爹一定会帮你找一双腿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出来访查民情，顺道过来看看。我也才知道燕儿受伤。燕儿，伤你的人是谁？不会是半天月吧？快告诉大伯，到底是谁？对方身手太快，我还没有注意就已经被偷袭。不过，我想很可能是半天月。半天月，他为什么不杀你？我想，半天月偷走了龙魂刀，但是他还是担心刀剑之间的力量，于是便偷袭我，让我与长风无法配合。如此，即便加上白瞳的无我剑，也无法取胜。不过，他心里盘算，欧阳城主一定会与他合作。如此说来，半天月就有100%的把握了。哼。这半天月的如意算盘也未免打得太早了。一来，我绝对不会跟他合作；二来，明日的医术高超，我相信不需多久的时间，燕儿的伤就可以恢复。上官姑娘的伤本来要7749天才能痊愈，但是在古老前辈的帮助下，再过1-2天就可以完全恢复。那么，我就可以练剑了。嗯，哈哈哈。恭喜恭喜啊！我看你想玩什么阴谋机灵。龙魂刀法和雪花剑法的第6招都叫龙情血心，顾名思义就是两心相印，所以我才告诉你们上碧落下黄泉连理枝比翼鸟的心诀。假如你们两个无法抱持为对方一死，只求对方活下去的决心，就无法练成龙情血心。我知道了，所以前辈故意协助上官燕，便是要我们领悟心诀，以便练刀剑。未经生离死别，又怎能领悟对方的真骨？经过师父的设计，还有黑衣人的事，我和长风都能体会到刀剑合璧的真意了。说起黑衣人，他究竟是谁呢？他偷袭的动作太快，我实在看不清楚。不过，应该是半天月吧。他可能是希望没有龙魂刀，我又负伤的情况下，只有白瞳的无我剑可以发挥威力，完全击败我们。他的心思果然阴毒。哦，不想这些了，师父，我们继续练吧。胡天啊，龙魂刀呢？你是不是又在耍心计啊？啊！嗨，你只要管好你的无我剑就行了。无我剑已经交到真主人白瞳的手里了，可不像龙魂刀，现在还不知流落在何方呢。什么流落何方啊？龙魂刀是我故意让半天月偷走的。我就知道你又在耍心计啊！你是不是
就想测试刀剑是否真能有情，啊，真能互相吸引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何须测试？我是要让不肯相信、不肯服输的人见识见识刀剑有情的威力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哎，不过，你倒先可以目睹一下舞我剑的真光彩，嗯，炫耀。怎么样？我剑虽是极品，龙魂凤血却无可比拟。掐头，剑用下。师父，龙魂凤血与无我相克与相生，矛盾与包容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城主先前不是？如果你不愿意合作，或是有任何怀疑，你大可以拒绝。城主多疑了。多疑的人是你，我可是经过再三分析利弊，然后仔细思量以后，才决定跟你合作。你却一开始便心存怀疑，我想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合作的必要了。城主又何必如此激愤呢？并非激愤，而是双方既要合作，却有一方心存怀疑。试问如何同心？不能同心，又如何胜过上官燕他们？与其预知失败，还执迷不悟的去做，还不如先行罢手。城主教训的极是，一切都是半天月的不对，请城主见谅。我如何相信你对我没有怀疑？套句城主的话，倘若我们不能同心，又如何能胜出？你若是对我有疑心，我们又如何能合作？一切争议都是由你引起。是是是，半天月再次道歉，请城主见谅。海涵，城主，如果我们再次不合作的话，最后走上死路的必定是我们。无论你对我有什么偏见，对我有什么怀疑，我都应该抛开一切，共同一心。是，好，我们可以合作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答应。伤。